过等我办完这件大事，我们就能够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。啊，刘健大人，你这个手套没毒吧？没有，这双手套是用来隔绝毒素的，所以……王妃说了，没毒就行。啊？你这双手套能不能借给我呀？可以倒是可以，不过你要我这双手套干什么？不是我要的，是王妃要的。王妃这是何意啊？我不懂。我也不懂，但是王妃说的肯定是对的。以后你的手套就只能给我，好不好呀？嗯。那，给你。谢谢刘军大人，那我先走了。白统领，你想啊，连柳军大人都把他的手套给红袖了，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快把你的面具给我吧，这是王妃的命令。王妃的命令？蝴蝶说了，她不想看见我，所以这面具我不能摘。蝴蝶副统领说不想看见你，那都是气话。你这样成天戴个面具的，跟故意气他似的，他不得更生气啊？真的假的？那他为什么不跟我说明白呢？王妃说，蝴蝶副统领是口是心非，他就是爱折腾你们。你别这么说，其实蝴蝶对我挺好的。行了，我也不说蝴蝶副统领的不是了。总之，王妃让我给你一句忠告，你这样总戴着面具，只会把他越推越远。没准儿，你摘下面具之后，他就能发现你的魅力呢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王妃说的话准没错。行。给。你的脸是怎么？不，春儿姑娘莫怕，我都是戴这个面具捂的，我回去涂点药就好了。为爱毁容，这个我要记下来。见笑了。爱情使人犯傻，我为了英雄，又何尝不是呢？王妃，您让我们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了，接下来该干什么呀？接下来呢，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，把这上面的台词背得滚瓜烂熟，一会儿我来验收。记得呀，一定要好好背，一定得背下来。是。你们好好呗，一会儿我来检查。咱俩一块儿呗，然后互相检查。我今天确实有点忙，不过等我办完这件大事，我们就能够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。啊？改天跟你说啊。大王，有事说事儿。大王，你想什么呢？知不知道最近奇葩和红袖还有那个春儿在干什么呢？我看那个春儿最近也不去上善局，天天往奇葩宫里跑，还在那儿念诗什么的。我也觉得有点奇怪。今日红袖来问我要走了手套，我听白珂说春儿还问他要走了面具。要走了面具和手套？那这样看来，奇葩是放弃了替我充盈后宫的事儿，有了新的乐趣。如此甚好啊，只要他不替本王硬找王妃就行。还是大王英明。
果然不批经费这招对王妃是奏效了。